后他长大，人家问你你的籍贯是什么，他会讲，他会说我不懂。方言本身就是很富有地方色彩，教导方言歌曲的时候，主要是在我们生活技能的其中一个小环节。你的最喜欢的歌是哪一个歌？霸掌歌。为什么你们喜欢那个霸掌歌呢？因为我们喜欢霸掌围巾，霸掌巾，阿妈爱霸掌绣七天，就绣了下。有麦汤 Cheese 吃饭啊，有餐吃饭啊，有吃饭无？有吃好无？今日通常他们是讲华语、英语的，那么我们就会跟他讲福建是怎么样讲。结合的发音比较准，龟能更，龟能更，很好，龟白，龟白，啊，很好。同是福建人呢、啊，你可以讲，也感觉上比较亲切。品格在那边呢、啊，第二读得很好，你看，他很认真，他读得很好，对不对？你也可以读得很好的。爸爸爸，爸爸，不要喊，不要喊 ，OK， 这个是，哎，太阳有时候就是不耐烦了 啊，等一下又跑掉了。老师看你拿几个 star， 我看结合人拿五个 star 最少。几龟？几龟？连着嘞？不同。有福建话的特别的，就好像那些福建谚语，他们家无地步，老晒就干苦，就好像你贪吃哈、乱吃啊，等一下你老晒就干苦。如果要用华语说是啊，很难，这个是福建的。来了，来去吃饭。阿公也拿一条了，来。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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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现在很少人用这边，我还是用。结合，一，二 ，OK， start 了 ，OK， 不要讲话了啊，讲话等一下你懂啊，你时间到了我就收了。要有这个 discipline。吃饭就吃饭，写字的时候要写字，做人的道理很重要。哇，起来了！哦，刚刚睡醒了，很不累不累。今天是哪里过来的？啊？我的孩子，他们对这个哈、没有兴趣，有一些老一辈的都不在呢。谁跟你讲？情形是这样。Another okay okay another one 啊 ，Blue bus 啊，肯定华语跟英语是比较重要。我们谋生就是靠这两个语言。你现在读书出来是打一份工作。这个这个上，看，当然是可惜嘛，可惜我也没有办法，懂吗？这个人全部是我写的。无助之光啊，就是说
无助啊，就是我们的种族啦，流传万世， you know， 流传呀、啊、万世啊，代代传下去。各条鸡皮酸溜高，咿呀嘿多金家猪皮。